只有人教本座该如何变强，如何杀人，如何威慑四方，但从没有人教过本座该如何与人亲近。哎呀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我教你。下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板着一个脸，你要笑。来，你下一个给我看看。能不能笑得再自然一些？这样够吗？不够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得再亲热一些才行。怎么亲热？我想想。哦，有了，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就抱抱他。怎么抱？就是这样。这样子抱抱他，或者你拍拍他的肩膀也可以。哎呀，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这样做的吧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肉麻。哪里肉麻？哪里肉麻？